你现在话说得有多狠，就表示你有多爱我。你的话都得反着听。你爱我，无聊。我也爱你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。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？我不想听你说谢谢。 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。是啊，李医生是挺好的，但是他好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？强词夺理。 是，李婉彤哪儿都好，家世好，学历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样样都拿得出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喜欢谁就直说，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，不像某些逃兵。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？李医生既然这么好，你们在一起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 松手。他好是他的事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笑什么？我发现我现在可以分辨出来你是不是在说谎，苏维安。 你现在话说得有多狠，就表示你有多爱我。你的话都得反着听。你现在说你不想跟我有关系，其实就是在说你爱我，但是不敢跟我有关系，对吗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钟情妄想，随便脑补剧情是种病，得治。 找李医生帮你看看。哎，你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不希望我去找李医生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去找。不过，最近李医生倒是教会我，怎么样去死缠烂打。我这个人呢，聪明，全都学会了。所以苏维安，从今天开始，狠话随便你说，再信你一个字，我就不信故。 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无聊。我也爱你。